真的不理解，为什么昆明他妈的会这么冷？我也不理解呀！我操，我们家那边那么舒服，我操！你说他冷就冷吧，他昨天还下冰雹，他还特别潮，他潮就潮吧，他没有暖气。我在东北他妈的零下三四度，至少有暖气，这儿呢啥都没有，他妈开个小暖风还要花我自己交电费。真的，现在上床都得他妈的穿棉袄，裤子都不能脱睡觉，不然我他妈的怕我第二天醒来自己是一具尸体了。你穿裤子他妈还感觉有点冷呀，那脚他妈太冷了，主要是脚冷，真的脚太冷了。然后昨天吧，他妈的那下的豆粒大的冰雹，真的是冰雹呀，那是冰雹呀，不是雪呀。昨天他妈的昆明在下冰雹，妈几百年不下雪，他昨天下冰雹。真他妈希望我能活到明天的早上。Tomorrow. 我靠，昆明他妈的居然下雪了，还他妈的是大雪，居然不是冰雹。